做的感情事，叶希奇功成成功，身价大涨。日前嫩模叶希奇被媒体拍到与郭富城共处30小时，大败熊黛林董明慧，成功上位。这位房祖名前女友可谓是魅力不可挡啊。近日叶希奇一袭红色露肩洋装出席某活动，随着新城嫂的名号扩张，叶希奇也是身价连连上涨。你跟他谈绯闻之后，是不是最近的广告价或代言价是不是也高了不少？可能有高了2-3成，但是没有报道说的3倍那么多。那你觉得是不是因为跟陈晨传绯闻，所以曝光量变大了？我不知道哎。虽然新城嫂不肯承认是沾了程程的光，不过看看熊黛林如今锐减的工作量，大家一目了然了。郭富城是出了名的喜欢将恋情藏着掖着的花心大少，见有了新晋程嫂，他自然不会放过机会，轮番上阵追问两人恋情。会跟 Aaron 出来约一下吗？他有他的朋友约我的吗？他们这中间有没有联系呀？有。狡辩又来迟一步，看来新城嫂一定是受过程程专业的问答训练了。任翻天综合报道。